领了红钻，点了他就走了啊。所以说就没有选，然后系统就给你那个啥了。领了红钻就走了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我什么样的表情都没事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会儿他们就给我擦了。但是，嗯，但是那啥，但是有时候因为那啥嘛，因为大家没选嘛，啊，没有事儿没有事儿。啥好的有时候，嗯。哎呀，现在这个表情要比之前那个YY的表情要好很多。之前的那个表情，我的天啊！ 就是有一个颜值低的，还有那个猪头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简直就是把让给毁的，一眼都没了。现在这个就挺好的小奶嘴儿，是吧？这都挺好，没事儿的，我戴什么都一样，没事儿。对，是的，所以我，但是有些这不太礼貌吧，就觉得啊，没有啊。 正常，你要找，反正你要找也找，系统也找不着我。昨天骗我，他跟我说YY大哥多，我就没见着，哪有大哥，他昨天骗我。那我咋说呀？那你说你，笑死了。那他最爱说笑话，兄弟们，他给我YY大哥多，没事，千万别。他说他刚签YY不长时间，完了你说我就说想你签的，你不后悔吗？YY都要够呛了。 那你说他都签完了咋整啊？我只能说，我说YY大哥挺多的，你慢慢播吧。慢慢播吧，放心吧。他想哄我，真的，他居然哄我，他说YY大哥多。以后你家直播间都大哥，YY大哥就都。等有一天红姐，等有一天红姐就是退休了，我还在熬的，我还在往死里熬的情况下，我一定来继承你的大哥，红姐。对，有一天你累。
哎，要退休的时候，赚够了的时候，你记得通知我一声，我要来继承你的大哥。继承我的大哥，行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我把大哥都搬你家去。好，走了，红姐，对面哥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。一天都乐死我了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我们叫。是婉宁是不是、啊、谢谢你送来的壁咚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大屏幕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卡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我看我是不是卡了呀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看我瞅我自己卡了，我瞅我自己老大了。老大老大老大，这咋办啊？一生一世不容易，里边读错了。